一定昏迷两天。川儿，我是从龙骨崖上掉下来。是全叔和三小他们给你背到医院的。我不住院，我要回家。川儿，我要回家。川儿，川儿，别动。娘，娘，我的腿咋挪不动了？我阿川，我的腿这是咋了？娘，娘，我的腿这是咋了？我怎么挪不动？川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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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你告诉我，我的腿是不是没事？是不是？阿川，没事儿，你的腿只是摔伤，你先安静点啊。我成废人了，我成废人了。阿川，大夫，阿川，大夫，阿川，我成了个废人了。阿川，大夫，阿川，大夫，大夫。大夫，大夫，大夫，别紧张，别紧张，我的腿怎么着了？怎么不能动了呢？大夫，我不能没有腿啊！大夫，我的腿这是怎么着了？大夫，我的腿，大夫，阿川，大夫，阿川，大夫，大夫，大夫。戒指吗？啊，不是，我想麻烦您个事儿，我想退戒指。退戒指啊？嗯，您看看，我这个戒指还是挺新的，没有戴过呢。那你为什么要退啊？我们家有点急事儿，急需用钱。您帮帮我的忙吧。这是几百块钱，你先收着。闺女，哪来的钱？我刚把戒指给卖掉。闺女啊，等咱家把这坎儿迈过去，娘再给你买个新的啊。娘，我不喜欢那些东西。二春刚睡，您也去歇会儿吧。哎呀，娘岁数大了，觉少，你歇会儿去，歇会儿去。那娘，
跟您说个事儿行吗？什么事儿啊？娘，你以后别在二川面前总哭，要不二川就更难受了啊。这就发福了啊，你成了当村首富了。这三郎成又给他换了一个新的。哎呀，在这是勤劳致富。三小，嗯，你把这羊卖了不当杨司令了？不当了。哎，三小，二川现在到底咋样了？那天从崖上掉下去腿就没知觉了。哎呀，你说二川这命啊，真是的，娶了那么漂亮个媳妇儿，咋就这么没福气啊？这回再要摔个半身残废，那阿霞的日子以后咋办呢？来，宰羊吧。嗯，哎，二，哎，你先慢慢抓啊。阿川，阿川，你怎么了？啊！阿川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都疼了。医生说，你只是脊椎神经断裂，所以下半身暂时没有知觉。
二川，你放心，别着急，咱慢慢养，一定会好的。我真的太难了。二川，咱好好的养，一定会好的。你甭骗我。哎呀，我本来想着有你这么一个好媳妇儿，我一定好好的待你，好好养你。我想去给你打五灵支持，给你卖钱，让你生娃娃，有钱花。可我现在连动都动不了了。二川，你是为我才成这样的，如果没有我，你也不会去冒这个险。你对我的好，我点点滴滴都会记在心上。我有难的时候你帮我，你有难时我帮你。二川，你放心，咱是一家人，我是你的媳妇儿，你是我的男人。你要是真烫啊，我伺候你一辈子。阿霞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是死了我也值了。二川，你别胡说。阿霞，我不拖累你，我不能眼看着你遭罪。咱们先说好了，我这罪能治咱就治，不能治咱就回家，咱不花冤枉钱。我不想让你背一屁股债，那就是我死了，我也不会闭上眼睛。二川，婶儿，哟，三小啊，你咋来的？三小，好点了，坐吧。多亏了三小了。川儿啊，那天呢是他从龙骨崖上把你背回来的。兄弟，哥脾气不好，以前的事儿就忘了吧。哥，咱俩都是咱娘一个奶头上吊打的亲兄弟，说这些不耻性的话做什么？
啥对主对不住的。你安心养病，早一天出院比生都强啊。我这辈子怕是完了。哥，你快不要瞎说啊。你没听人说啊，那人有病都是心上有病，心上要没病啊，那身上有圣病都能好啊。婶儿啊，你看你哭剩了，我哥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婶儿，嫂子，你出来一下。这样的，那天我要是能，你不要太责怪自己。你和婶儿能行吗？要不我来陪两天床吧。不用，他这个时候哪能离开我呀？你也要注意身体，你要是垮下了，这个家就全完了。嫂子，把这钱留下给我哥看病吧。如果不够了，你烧火好回去，我再想办法啊。你哪这么多钱呢？啊，我又卖了几只羊。那这钱我可不能要啊。嫂子，你拿着吧。我。嫂子，拿着吧啊。三小，我以后一定还你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干啥子哟？啊，想喝水？二川，你到底想干啥子吗？啊？哎，二川，你别动啊！你到底想干啥子哟？你是不是想方便？我自己来。别动，别动，二川，别动！我给你拿盆儿啊！二川，你千万别动啊！我给你拿。哎呀，二川！
阿霞。哎呀，阿霞，我一眼认出来就是你。胖牛哥啊。哎，城里有几个胖牛呢？不过在公司他们都不叫我胖牛，他们叫我是王经理，要么就是王老板。那我也该叫您王老板呀。哎，你还是我的状元师傅嘞，要不是你当初的一句话呀，我还成不了今天这个样子呢。我啊，我说个啥子啊？我跟四狗说话，你跟二川下地刨山药，你说你们四川的女人都出去挣钱去了，想起来了吧？哎，我说阿霞，你买这么多纸要搞批发呀？二串他。二串咋了？没事儿，胖牛哥，那您先忙吧，我就先回了。哎，你说二串咋了吗？阿霞，阿霞，二串咋了？你快跟我说嘛。顾经理回来了没有？没有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你看人家是经理，我怎么知道啊？哎呀，你说这个姓狗的啊，说下的话咋能说变就变啊？害得我是左一套右一套。哎呀，哎呦，你看，哎呀，顾经理啊，你真是贵人难见面呀。哎呀，王主任，我还正找你呢啊。咱们这买卖做的真是倒霉透了，咋啊？害得我觉也睡不好，是饭也吃不香。我当初怎么跟你们说的？要注意质量，注意质量，你们就是不听。现在看吧，啊，看看你们的货啊，都在这儿堆着呢。走走走走，你过来看啊，你一看你就全明白了，是吧？来来来，你自己看自己看，看吧，这就是你们的东西，自己好好看吧。哎，你看，咋能不合格啊？样子是从你们土产公司拿的，我们是造葫芦画瓢，你们剩样子，我们做的还是剩样子，咋能不合格啊？我的眼神不好，你把这个好好看看啊。这上面规格、标准、尺码都写得清清楚楚，自己看吧。哎，这还有图纸呢。王主任，我的王大爷，我们这批货是帮人家代收的，那马虎不得半点，你说这行？代收的，替人家省纺织厂收的，人家要把生产出来的东西装进这箩筐里运到外国去，出口给外国，你说能不能马虎？我的王大爷，哎，你他买里头的东西跟外头的箩筐有什么关系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只知道这上边写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姓顾的，你是爷爷愁了，酒也喝了，撅断屁股你就走了啊？哎，你不是坑人吗？哎，姓王的，这老天爷给你配了张人皮，造了你张人脸，哎，你怎么就不说人话？哎，啊？你才说的不是人话，你说的是狗话呢！哼！刚才呀，你媳妇都跟我说了，你弄成这个样子着急也不顶事儿啊，咱慢慢的治，这儿治不了呢咱去省城，省城治不了呢咱去北京。那大地方不是咱山里人去的，药比金子还贵。那也不能说不治病吧。哦对了，今天呢我这几天工地上的生意还不错，我给你带来1000块钱，你先用着。胖牛哥，我不要。胖牛啊，你挣钱不容易，你留着。婶儿，你跟我见外了。说实话，这1000块钱在城里也顶不了几天。二川，拿着。胖牛，拿着。我不能拿你的钱呢。那咋就不能拿呢？咱不都是王家洼的人吗？那胳膊断了还在袖里头呢。那倒过来写，不还是个王字吗？二川。拿着，胖牛，拿着。胖牛哥，我不能要你的钱了。阿霞，我出去。
阿霞，我刚从医生那儿来。医生怎么说？他说，二川的病，让咱就别花这个冤枉钱了。咋？他还说，二川的上上经已经死了。那他这儿看不好，咱到大医院嘛。钱的事我想办法嘛。哎，就是到了联合国也不管事了。那这咋办呢？你花多少钱也不顶用了吧？春儿啊，你说你这是做什么吗？你说啊？哎呀，春儿，收拾东西吧。收拾。春儿，你可把娘气死了。娘，这是干啥子？要回家不看了。阿川，出不出医院，咱得听人家医生的。你这是？医生治不了我这病，我要回家。二川，你咋又发牛脾气呢？啊？二川，你怎么就改不了你这个驴脾气呢？在医院就得听人家医生的。我的病我比谁都清楚。那咱也得等明天办完手续才行啊，二川。就今天，就这会儿，回家，回家。回家。你过来，嫂子，来，我来吧。不用，我自己能行。顺路嘛，这不是。嫂子，以后你就不要来这儿洗了。早晨我给你挑几担水，就在家洗吧啊。我哥该洗该换的东西那么多，你的身子也受不了吧？走吧。哎，嫂子。嗯。我哥这两天怎么样？情绪稳定住了吗？从医院到家，就跟变个人似的，一天半晌不说一句话，整天整夜瞪着大眼睛。老天爷呀！这让我家二川以后可咋办呢？可不敢再哭了啊，秀莲。婶子，你看你把眼睛都哭成个剩了，要是把眼睛哭坏了，一家的日子可真是没法过了。就是，婶子，别哭了，二川已经是这了，你再哭能把他的病给哭好了？是是了。你再哭坏了身子，这不是给人家阿霞添累赘啊？就是啊，你不是二川。我也不能跟着二川一辈子。要我说呀，你看人家阿霞长得那模样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好心肠的女子。要是遇上那不善的人呐，早就抬起屁股走人了。是是。你看人家没命没夜的伺候的咱二川，这是二川前世修来的福气。嗯。他都这样了，人家能伺候他一辈子，那咋就不能啊？我看阿霞是跟咱二川一心一意的过了，秀莲，咱不难过了啊，这是祸中有福，遇上菩萨了。婶子，别哭了，
你看人家刚来的时候还要死要活的要走嘞，你看现在二川有病了，人家倒一心一意的伺候二川，就是啊，就是吧，是咱的福气了。你说这马婶儿，她咋老从细处断呢？我活不了了，不敢再，地上的啊，赶快上炕啊！阿霞，我想上把火，炕上凉。不行，赶快上炕，地上潮湿，快点。没事，我在这歇会儿，我待会儿再上。不行，二川，你先忙你的，快。二川，这是个什么？阿霞，我不能害你一辈子。二川，你放手，二川。
欢二川，你就想让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你就想让咱娃成没爹的孤儿是吗？你真窝囊，你真没骨气，你白痴你！我觉得你还有几分血性，没想到你竟然是这么一种人，你太叫我失望，你真是伤透我的心。话就说到这儿，想死你就死吧。阿霞呀，哥，阿霞，阿姐，哎，串儿，串儿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咋了？你这是串儿呀？快给抬起来！串儿啊，串儿啊，这是什么？哥，这是哥，啊？哥，咋了？你都睡好了？哎，咋了？眼睛怎么睡不见？看不见？咋了？咋了？我这眼睛，再看看，我这眼睛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你别着急啊，别急，看不见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嫂子，嫂子，嫂子，眼睛啊！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咋子？你看闪着眼睛。小娘，你的眼睛咋子嘛？我的眼睛，我这个眼睛是不是也看不见了？阿霞呀，娘的眼睛是不是瞎了？小娘，娘，看剩都是灰蒙。能看见我的手吗？看剩都是灰蒙蒙，剩又看不见。阿霞，娘的眼睛是不是瞎了？娘，咱不急不急啊！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咱怕是上火，咱怕是上火。上火了啥？阿霞呀，娘的眼睛看不见了。阿霞，娘的眼睛是不是瞎了？秀莲呐，别急，千万别急啊！婶儿啊，哎，你可不要着急啊，你这就是急上火了，哎，火一扑到眼睛上，眼睛看不见了，等这火消下去啊，眼睛自然就看见了啊。三小啊，你就不用给婶儿啊说宽心话了，婶儿命薄，扶不住阿霞这样的好媳妇，婶儿心里头啊什么都明白。什么明不明白？那天灾人祸谁都难免，还有呢，打哈欠就把这个下班偷了救的，那咋说呢？阿霞。嗯，你在干啥？我想带娘去看病。阿霞，嗯，咱这是水里还没出来，又掉到泥里了。娘的眼睛，阿川，再难也得想办法给娘治眼睛。接上那个手，哎。
还总有那风雨呀，在呀嘛在心房哎，哎呦在心房哎。毁那个天下，唱一次那个墙哎，唱一曲那个山歌哟，喂呀嘛喂呀秋阳哎，西北风卷土莫把脸，悲欢离合心不两样。我一孩子朝鲜那个走，哎留住长岁月。好呀好时光哎，哎呦好时光哎，我一孩子朝前走啊，留住这岁月好时光哟，好呀好时光，好呀嘛好时光，哎嘿哟。翻一座大山呀，呀多一个娘儿，趁一门钱死多呀们多一个娘儿。改明儿让嫂子回四川给我找一个。你也想要四川的姑娘？四川的好了，有文化，勤劳，孝敬公婆，像嫂子好。